先生，你好，那你签注4号。哎，等一下，是哦，原地结婚，你们同居吧？你们的婚礼是同一场吗？20、21、22、21，这谁吗？哈喽，我们是。夫子道，我是阿凯，我是李欧，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按下小铃铛，开启接收所通知。那今天也要开始喽，三、二、一。许君浩与陈雅玉今天在夫子道面前见证，从今以后分享你的喜悦，分担他的忧伤。在他健康或病痛时支持他，与他在爱中共同成长，终身对他忠诚，直到永永远远。你愿意吗？我不愿意。好啊。哎呦，韦恩与俊智今天在夫妇之道面前见证，从今以后分享你的喜乐，分担他的忧伤，在他健康或病痛时支持他，与他在爱中共同成长，终身对他忠诚，直到永永远远。你们愿意吗？不愿意，我不管。现在很多办完婚礼之后，其实很多旁边的好友都会闹洞房。总之呢，我们这个阶段呢，我们有一个闹洞房大挑战，总共有三个关卡，然后就是两位 CP，各自为一组。这三个关卡呢，累积起来最输的那一组别人呢，就会有一个惩罚。好，那我们就先进我们第一个游戏。我们第一个游戏是蒙眼找伴侣，谁要被蒙眼睛？一定是我吧？好，你蒙眼睛。好，这一组呢是韦恩蒙眼睛。最喜欢被蒙眼睛了。好，他刚刚说，对，就是他。我有点害怕。为什么？他刚刚说他最喜欢被蒙眼睛。我们刚刚私下的一些游戏，对他们开心就好。看得到吗？看得到吗？雅逸都要比数字，看他是比几？他在比几？他比中指。好，五个人，然后你要从你要摸他的手，判断哪一个是雅逸。好，可以吗？可以吧。你有没有自信？我有自信。有自信。我有自信。我平常很好奇的是，你跟雅玉有牵过手吗？哎、欸，我跟你讲，真没。好像就只能够凭感觉判断出来。凭感觉。哎、欸，这个手，哎、欸，怎么了？不错。不错哦，不错哦，不错，不错。好，我们下一个，下一个。也不错。也不错。怎么了？不错。我陷入大危机。好，那我们换下一个。好。掌心的温度传递着什么样的信息在里面呢？这个比刚摸的好像有稍微观察久一点，他跟着每个指节都摸，哎，就他是好回来吗？好，下一位哦，下一位喽。这个有点羞怯，这个小手手有欲拒还迎的感觉。我跟你讲，这个是男的哦，不一定哦，你这句话很失礼耶。如果他是一位女孩，马上就受伤，真的是。好，感受时间结束，我们先回来。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哦，他这个特别想迁就，对，想迁就，因为我怕对人家失礼。已经失礼了，已经失礼了。好，我们回来吧，亲爱的。把眼罩。我跟你讲 ，OK。哎，等等，不能把，不能把，我要先回答。回答。再让我碰一次肉肉的手。好，可以。摸摸摸。我跟你说，我认出来了。哦，真的假的？他是谁？这是我经纪的手。好。四号。好，请四号站到前面来，最后确定了哦。好，我们请拔下眼罩。哦，天哪！他蒙眼睛，一下就猜出来了。哦，因为你的手很大。哎，不见得，他肯定一摸就猜出来。那你们是谁想要猜？刚刚这样猜。哎，你那么有自信的话，你要不要让我摸摸看？对，真的，真的，真的，一摸就猜出来了，不用做效果。好，我试试看。好，那我们就换小智带哦。好 ，OK。那我可不可以，我可不可以 order 我们两次？好，一猜两次，好不好？我们为了要让你就是很快就可以猜对，我们这一次只猜四个人，好吧？好，四个一定要中一个哦。好 ，OK， 好好，请先摸第一位。好，往前点。好，这个如何？这个如何？有没有感觉到怦然心动？许君浩。第二位，第二位。似乎似曾相识。这个手的温度。好，我们下面第三位，第三位。这双手曾经牵着我往前。为什么同一个人？同一个人是不是？我们才不会耍这种就是见招的。好，好，最后一位。好，
君之，你现在有权利可以说出一下你现在感受到的状况。只有两个人，对不对？不是，刚刚其实是四个人，亲爱的，是四个人，对，是四个人，确实是四位。那我猜第二个，好，你猜第二个是不是？第三，二或三，那我选择一个，选择一个，二，二是不是？好，那我们再我们再让你摸一次，我们再让你摸一次，好，二跟三，我们再让你摸一次，二号先摸。好，可以，好，摸三号，再一次摸二跟三，感觉如何？还是二吗？答案是这个，是这个吗？是这个。为什么这么准确？因为比较冰，比较冰，而且有茧，有茧。恭喜答对。他第一个认出的茧上面有写名字，我以为是他的手啊。为什么？你摸摸。好，继续摸。为什么？什么东西？我有屁啊！我不想试啊！你摸，你摸。是吗？这个。是吗？换我！认真要玩一下。你要猜小智的手吗？对啊。好，你要猜小智的手肘。啊，好，手肘啊，手肘很难啦，先不要太差的手肘，手肘，不想玩了，我试试看，好。好，我们现在是一个加码 prod， OK， 是我们的韦恩自己要求的，对，手肘题，可以吗？这个手肘，不是，好，第二个手肘，这个如何？这个如何？手肘而已，对不对？你会往下一下去啦，啊，这会躲的都不是，会躲的都不是。感受一下，感受一下。如何？手肘是不是？我告诉你什么？好，最后一位喽，最后一位喽。来，军号，刚刚是四号哦。对，这是五号。这是军号吧？你谁？不是啊，等一下。哎呦。这后面。确定好？好，那你牵住四号。摘一下你。哎，等一下。好，那你牵着，好，然后牵着摘下你的眼罩。为什么？原地结婚？为什么？不是啊，你相处这么久了，随便摸一下，一个最大的关键是味道。但这个味道搞不好重点。它的味道应该是，我不知道怎么笑汁的味道。放松，我跟你讲，它的味道是从什么意思？脖子到手肘，我今天才知道手肘也有，然后手也有。等一下，脖子是怎么回事？你要不要闻它？有时候靠近它就会闻到它的那个味道。是，而且你刚说是徐君浩，没有，然后你跟他道歉。对不起。等一下，为什么道歉？为什么认不出？像徐君浩不好，你要道歉。好，谢谢，我们看下一轮。好，第二轮就是呢，刚刚默契大考，刚刚的蒙眼睛找伴侣呢，你要重录。刚刚的蒙眼睛找伴侣呢是平手，两队都答对了。好，来，默契大考验是第二关，这就非常简单的。这一关呢，就是用屁股写数字，然后第一个猜的人呢要把数字念出来。是，一、二，开始。二，你没有说数字，现在是六，四个，现在两个，二六二，二六二七，答对了，二六二七，爱来爱去，不是，五，好灵活，三，他屁股怎么这么有生命力啊？他屁股三八，第四个，五三八八，第五个。53880，答对，我想抱抱你。三个字，第一个字，三，第二个字，好有神秘的卡称，三，no， 第二个字，好，三六，第三个字，倒数15秒，360，好，想念你，好，四个字，来第一个字，最后10秒，一，第二个字，三，一，四，冰豆，一生一世。好，准备一杯，开始。你要讲几个字？哦，三个字。五、二、一。五二一。一龙。四个字。
个字。一七一一，我以为是比较简单啦。一七一，好难的。五个数字，五个。第一个字哦。二零一八，二零一八。还有第五个。2018二零一八四。答对。好，哇，已经三题了，还有二十秒。居然屁股也是很有生命力耶，这现在怎么那么厉害啊？五三，对，三个数字哦。五三零，对，可以试题，来倒数十秒，来，四个数字，一，五，七，一五七，倒数五秒，一五七三，一五七三，一往情深。好，第三关，第三关降翻出瑜伽垫，师傅一次就是要跟大家讲。他们要考验体力，对，要考验爱情力的部分。来，我们示范一次，不要说主持人都整来宾，好。哎呦！再这一下，老子起来。好，示范结束，谢谢大家，就这样子。哎，加入三组，三组。好啊，那确定哦。为什么？为什么要当主持人？那我们第一组是我们的君浩跟我们的雅玉，预备，准备计时三十秒开始。一、二、三、四、五、六，好强哦！七，天哪！八，女力九，十，还才刚过十五秒，刚过十五秒，还有十二，加油加油！天哪！加油！十四，最后十秒，十六。七六十八二十九，最后不要二十下哦，二十，最后两个二一，好，谁的？不是二，不是二一，哇，很强哎，我觉得比我强哎，要起来吗？我想回家。准备计时三十秒，预备开始。好，一，哎，也是很快哦。三，好大力，好大力，小心门牙，我都觉得牙齿痛。好猛好猛，哎，你根本就没有下去。哇，十一，哎，也是很快。十五秒，十二下了，十三，十四，十五秒，把肩膀压住好，十六，二十秒，十秒，十七，八，十八，十九，五秒，二十，二一，哦，超过，赢了，小心赢了。好，时间到，还有十秒。来啊，不急呐，知道观众想看什么。刚刚的闹钟放上挑战项目，总共比数全部下来的平均，是吗？是吗？对，是平均。两组都要进城，所以我们待会两组都会进城。两组都要进城吧？怎么那么精彩呀？这样，那我们待会呢，就会在节目的尾声，我们就要来进行我们的情境剧大挑战。今天非常开心，我们的飞去查婚礼事务所，哎，你有预计要结婚吗？你就还没求婚，我结什么婚？哎，你觉得我们两个结婚的时候需要婚礼顾问吗？我觉得要。为什么？因为我们俩很容易吵架。啊，不要吵架，不要吵架。要现在。总之呢，就是我们婚礼事务所呢，在呢不只会推出舞台剧，那是跟婚礼顾问相关的。我们今天导演跟我们四位主演们来到我们夫小四双，欢迎你们。之前是欢迎光临主厨之家。对。然后欢迎光临主厨之家。哎呀。然后现在是婚礼事务所，为什么这次会想要推出这样的？应该这样说，就是刚好是政府，就是跟制作人啊等等讨论，然后我们因为我其实有一个议题想要在戏里面跟大家一起探讨，就是幸福到底是什么？那你觉得幸福是什么？我觉得我们现在问这五位，我觉得可以先往其他人方向，因为如果站在如果今天我是以演员的状态来的话，我可能会可以玩得很开心。我意思是，我会有天马行空的想法，或者我说我自己。但因为我今天是带着导演脑的身份来到这边，所以变成是我讲话很无聊。那你讲，就是这样抛，还是回家换一个脑？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就是我会太认真。你刚说什
看导演脑啊，所以我才请他回家换一颗脑。没有没有没有，其实他放在包包里面而已。你要这么讲，我去哪？我去哪？他就是诈骗吧？你可以去，什么？你是面包超人吗？我就问你是不是认真的？你想先听谁？我想先听谁？那我们先从最远的第一次来的，第一次来亚玉，亚玉，亚玉。可是你不觉得生活或是要开始走表演圈，其实要让心里很平稳，会是一件需要努力练习才发出来的？我觉得其实这好像是每一个人都其实必须要面对的事，但是我们做表演，因为不安的东西真的太多了，所以变成这个功课变得非常的显而易见，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就会被标骂起来，可是这个东西会非常像我们的表演，也要珍惜。那我在二楼，他很高哎、欸。我觉得他本来就很高，他本来就很高。没有，我也可以笑。就我觉得幸福就是满足的感觉。我懂，就是我每次要吃宵夜，阿凯就会贴两包咸酥鸡进来。这就是幸福。那个就是、我那个当下觉得，我跟你讲，这里长出来的东西也是幸福。哎、欸，他看着你，你这边在表，他觉得你这边有。我今天靴都已经是这样瘦了，这样子。你可以贴胶带啊。对啊，我觉得他最换一个头哎、欸，我想要尝试，我想要尝试。你打死我！最能够体会的应该就是我们的恩赐吧，何伟恩跟俊子。这一次又在同一场戏里面，又要再合作了，然后居然是、欸、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身份，又不仅有关系、欸，对，小心如何去跳脱之前的那个角色。我觉得幸福是一场在可以回。幸福有时候是，就我觉得这答案是很开放，它有时候是一种味道，有时候是一个温度，然后有时候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一种一个平静。因为其实你来我们这边第三次，然后你前几次都会有说，每一次来不同的作品有不同的高墙或是平静，每一次一样还有同样的感觉。这个剧组还好哎，从上一次。欢迎光临主厨之家的时候，就其实就是带着一个很愉悦的心情，默契超好，对，没什么压力的心情来这边，然后很努力的在场上每一场都玩得好爽，有够爽的。你们有来看你们很爽，真的很爽，很爽，不是轻易的在每个演出都可以发生的那种心里的那个发酵的感觉。那相对的这一次来，目前可能还是在，可能是会给自己有一些压力啦，因为毕竟还是有一点期待。但整个工作的过程中还是都是非常高兴，就每天要去排练场前就是会带着两包零食，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这种很惬意的相聚在一起的快乐那种感觉。对对对对对。那我们的俊智呢，题目是幸福，幸福是什么？那个不是第一个问题吗？所以已经到好几个问题之后了。对，所以我先确认一下，我怕我乱回答。可以，幸福的定义吗？你可以说说看。我对幸福的定义，我觉得幸福就是自在，我觉得自在就幸福。因为我觉得好像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比如说学业啊，或者是工作上，就是大家都有一个追求的目标。可是我觉得那个目标对我来说都是在追求自在的过程，所以对我来说自在就幸福。那这一次跟伟恩算是好多度的合作，对，怀抱着什么样的心情要跟他再完成新的挑战？自在吧，就是一很舒服的状态在一起合作，而且不会再去。就是重新单幸福，对，就是一个怎样在幸福。你之间会担心没默契这件事吗？没有，我说就这次就不会啦，就再次很。那我觉得要担心的可能是才刚见几次面的俊浩跟雅玉。你们现在可以互相 catch 到对方的笑点或什么点？我们还在互相认识，目前还在互相认识。现在对对方的第一印象如何？很好，我们对对方的第一印象很好。还是只有我这样觉得？我觉得很好。哎、欸，他刚看我的眼睛，雅玉，我觉得很好啊。你们之间都怎么培养感情、啊？那你们可以更有默契的那个方法。没有啦，我觉得这个每个演员有属于自己的方式。这个分享的可能有点。那你们的方式是什么？我们就是平常生活吧，就是。我们同居吗？什么意思？没有，怎么不知道？不是啦，什么事啊？不是啦，大家不知道的是我们有。不止一次一起试镜过，彼此帮彼此对戏，而且都是他提早到或是他留下来这种的，然后在那个试镜的过程中我忘词了，他可以
看到我忘词的眼神，直接救我，致敬哦。就是这个自在从生活中带到戏里表演里，那是一个就是内心的一种，真的是一种平静。那导演这一次跟这两组要合作，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期待？会对吗？应该说这一次的角色本来就是都蛮大挑战，因为他们角色跟我现在认识的他们其实都是反过来。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当然如果你要拿自己就是的很舒适的状态面向直接去表演，就反正就是一件很能够发挥的事情。可是我觉得演员总是会想要有些挑战，对，或者是说你会想要试试看说，哎，那难道那样的路我就不能走吗？对，所以我觉得我很期待四个这一次有什么。我们这组就是排练时间目前比较没有那么多，但是我可以我自己啊，我可以很明确的感觉到每一次我个人，我觉得我跟他的距离都有变得，因为我自己可以很明确感到这个相处不自在，尤其这个剧组里面的成员演员们都不是我以前一起工作过，有的是听过的，或是认识但没有合作，所以其实老实说，这个环境对我来说是非常不安全的。对我来说，就是我其实就很怕生，然后而且徐君豪原则很多，我还没录到这部，他现在怎么样了？他现在非常的柔软，你知道吗？怎么样了？以前是原则很多的那种，就是觉得很棒，真的。我们真的认识太久了，完了，你把品都他真的是，我觉得对生活品质要求跟对别人要求都很高，所以我觉得你就是应该会给自己很多压力。欸，我反倒是因为那些东西可以用在角色上，所以我有很多地方可以找到可以。然后他对事情真的太龟毛追求了，然后就是你啊，他无法接受一丝的被破坏，那就是我，是你啊，对，所以要不要换一下角色设定？没有，我跟你讲，这就是他在里面有挑战的地方，因为这个角色不单单就是那个面向像他，因为像那时候我们在谈就是谈论角色，他第一个直接跟我说，就是我这角色就是我。非常笃定，但我们开始排练之后，发现你们因为太像他，所以太多挑战哦，就是反而来的地方，我跟你讲，有点像在台上全裸。对，我想看这个角色，我想看哦。导演，请问会有这个版本吗？就全裸版本吗？没有这个。好，那我进到尾声了。这么快吗？你这么快？到底今天是访谈还是有事？再只要再剪成两集嘛，三个集，挖去那个话题再说。想请问你们五位，爱一定要结婚吗？我个人觉得不用。好，你跟雅瑜都说不用，为什么你两位会有这种答案？结婚变得就是两个家族的事情，可我觉得时代真的有点变得不一样。对我来说，伴侣两个人是一个很好的关系，两个人互相扶持生活，我觉得已经很足够了。就是也许牵扯到更多人变得很复杂，一切就是跟原本就会很不一样。所以你是跟他持相同的意见？我觉得差不多，但我个人认为是你自己的状态，因为我觉得结婚它不是一定要 跟对方怎么样绑在一起的那种感觉。我的意思是建立了一个契约关系的。对，可是所以这也是很有趣的一点，就是我的这出戏也有点在讨论，想要讨论这件事情。但是有三位抱持的还没回答。那我觉得除此之外啊，其实当然我也是觉得不一定要结婚，两个人相爱的话不一定要结婚，但是如果结了的话，某一个层面其实是对彼此都有一个保障。这个保障是来自于，比如说你在某些场合，可能你带已婚的另一半去是 OK 的，但有些场合你只是他如果只是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的话，其实会不太适合的。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可能权利上的保障。那还有另外，当然就是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不管是签手术同意书，或者是等等，对自己对人生是有很重要影响的事情。其实你结了婚，这一张白纸会给你一个保障，这是我觉得可能是可以被考虑的。但总归，如果你们相爱的话，好好两个人一起好好讨论好，不一定要结婚。那俊智觉得呢？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要活一次而已啊，然后你也不会知道说你跟这个人到底怎么就没有草稿可以让你去参考。我觉得就彼此就每个人追求幸福的方式都不一样啊，就是两个人在最舒服的状态下就是最好的，不一定要结婚。那你觉得听了这么多意见，其实我想起我觉得我跟维恩蛮接近，就我觉得，因为如果你的题目是不是一定要结婚，我确实觉得不一定，但我个人会选择要，因为我就是觉得法律上保障很差啊。如果对方挂了，我想领遗产啊。不是啦，这个我要不是啦，不是这个啦，那我要五十。你知道我要讲的就
话的时候，你要记得把椅子往下放。就只有他，哎，只有一排。如果对方挂了，我会想理离婚。是的，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离婚也没什么大不了。是，那就是我们离，如果对，如果结了婚，那离婚就是我们有一套法律的方式可以进行，就是对啊。我觉得，我觉得离婚不坏，就结婚不坏，离婚也没什么。我觉得多半大家都好像把关系跟焦点放在哦，好像他们结婚了，很真的幸福。他们今天如果离婚是好聚好散，好好的祝福对方，离婚也没什么大不了。对啊，来看我的戏，这就是我要投他。对，不小心说出来，我刚没有这样。那最后一题问大家啊，如果你们今天可以举办婚礼，希望自己的婚礼是什么形式？我觉得我想要把费式的，把费式，我想要把费式，那你就吃不到。我当然要吃啊，我哪管啊，你是要一起吃的，就算我三斤我也要吃啊。没有，其实我挖了二十套衣服，没有扣，你没有扣，我们婚礼会六个小时。没有，因为我觉得传统的婚礼就是新郎新娘都没时间吃饭，也没时间跟客人聊天，也没有时间跟客人聊天，你就只能敬酒的时候或是送客的时候稍微聊一下，原来你今天有来啊，我是觉得这样子很不有趣，有点遗憾的。跟小我就希望是派对式，然后大家都是把费，然后酒无限。九限排九限，哎，我要去。好，那雅韵呢？我觉得好像对我来说，是大家聚在一起这件事情是重点。九无限，九还好，但是我邀请你，是一样是要聚在一起很欢乐那样子。对，那最后你们压轴，你们的婚礼是同一场吧？哎，有可能哦。我比较想要是小的派对的那一种，也是跟雅韵讲的一样，就是希望说每个人都可以好好聊天啊交流，然后那个形式我反而觉得好像比较还好。我比较那个画面吧，我想象说那个画面就是在海边，然后可能沙滩可能不适合吧，我喜欢就是是不是海边有那种。因为海边不是沙滩，就是对，应该说是高台。消波罐，可能是有草地是可以办婚礼的，然后甚至是有个阶梯下去是可以到海滩上面玩的。那我觉得整个形式就会比较娱乐性高一点，然后也是buffet，但仪式性的东西势必不能少，只是不会想要有圆桌让大家坐在那里。不知道该站起来还是坐下来，怕尴尬的画面。对对对，因为而且我想象中的那个场合也不会是太多人的，就是可能真的是非常理解我，也非常对于我结婚这件事非常高兴的人来邀请来，然后大家就一起喝个酒，然后玩一下，反正你刚刚喝酒就想去了，听到酒就关键。那我们这一次的飞机房婚礼事务所，其实这样大家刚刚听下来发现。结婚或是步入婚姻或者是婚礼这个仪式，其实随着时代的眼睛有越来越多人有更多的选择，不再是单一的好像一定要是呼应以前的什么框架或什么，而是你可以选择最适合你，然后你最开心最自由想要的那个婚礼形式。如果你气消了请你拍拍手，如果还想生气请你拍拍手，哎呀这么可爱，77已经小了，如果你想和好你就拍拍手。你知道你送了我什么礼物吗？送维恩。那我觉得最多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就欢迎大家现在可以准备，赶快锁定我们好戏制作的那个粉丝专页抢票。我知道有一些票已经抢完了，但其实还有一些彩蛋场已经释出，所以请大家开始到我们好戏制作里面去抢婚礼事务所舞台剧的票。没有错。好，然后呢，今天这一支影片呢，我们一样有帮我们的观众呢谋一点小福利。对，就是只要你在这支影片呢下面按爱心，并且呢留言给我们的四位演员，或者你要写给我们导演，就是例如说谢谢导演让我们看到这出戏之类的都可以，就可以。我们直接送告白哦，你批评他，我们是不会抽给你。天哪，谢谢啊！对，我们就是这样一言堂，就是我们的频道嘛，对不对？我们只想听我们想听的。谢谢。对，
对，好，然后呢，就是我们就会有机会呢，可以抽出三名的签名的拍立得，哎呦，对，亲笔签名的拍立得哦，对。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也非常谢谢我们的飞鱼剧吧，我们婚礼事务所的导演跟我们四位主演拿我们的小时窗欢，欢迎按赞、订阅、关注、付到的 FB、YouTube、IG。那也不要忘记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可以看到，并且加入我们官方 LINE 的账号，搜寻夫妻照就可以喽。我们也会把四位主演的资讯放在我们的资讯栏，把他们追踪起来，他们的 DM 都看一遍吧。好，那么夫妻照下次再见喽，拜拜拜拜。